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小红书上面讨论度非常高的品牌自然堂，这次看向两项商品，第一个是安瓶两部曲面膜，第二个是亲肤贝喝防晒乳。一款烟酰胺面膜可以改善肤色不均、细致毛孔，再来酵母面膜它可以强韧肌底、稳定肤况，再来的泛醇面膜它可以舒缓保湿、敏弱肌都可以安心使用。这一款最大的特色就是除了面膜本体之外，还有包含同系列的安瓶一瓶，让保养做得更彻底。今天以烟酰胺这款来示范给大家看，面膜敷起来整体亲肤舒适，然后完全没有刺痛感，轻轻敷上后，我们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面膜的位置，然后静待10到15分钟，让它好好的吸收。撕下面膜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用手按压到面膜的精华全部吸收。接着我们拿出第二步骤的安瓶，轻轻折断之后，可以分次取出里面的精华，擦在脸部的肌肤，等待全部吸收完毕就 OK 咯。擦完安瓶的脸会呈现一个清透的光泽感，保湿却不黏腻，很适合后续继续上妆。白天保养完后，记得要擦上 SPF 50的防晒乳。那这款质地比较水感一些，流动性也非常的好，很轻松就可以涂抹均匀。那擦完之后，拿出卫生纸来测试，贴在手臂上也不易粘黏哦。这款防晒也不含香精跟酒精，另外还添加积雪草和马齿苋，非常适合泛红的肌肤来使用。创新配方技术，一秒成膜，可以做到无死角的防晒。那擦后它也不会呈现死白的颜色，那自然也不会影响到后续我们底妆的颜色哦。这一套敏感肌可以在夏天放心的来使用，来作为防晒与晒后的修复。有着20多年历史的自然堂，现在虾皮旗舰店也买得到哦。那商品的链接我会放在贴文里面，大家可以再点过去看。